三門踩入面，你是長文滲入派定是有圖有真相？應該有圖有真相，我是最不喜歡發表意見的。我是那些年紀大那些只懂玩 Facebook 那些。最印象深刻是、曾經幫人寫的那個 post 半日可以有呃到60,000個嬲。你點解笑到咁啊？你有冇試過60,000個嬲？咁我最中意睇嗰啲，最近就中意睇啲瑜伽嗰啲，好睇嘅。誒，再接著上，直冧。得翻一個社交媒體，唔會發生嘅呢一件事，只會越嚟越多嘅。如果講到創作啊，或者度橋啊，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嗰樣嘢天馬行空嘅，需要好多 randomness。我自己就唔係咁睇。用我自己工作為例，我就很緊張，每一個會都是應該要帶住一些東西進去開，就不是入隊然後就即天馬行空樣，通常都不 work 的，所以我覺得那個 discipline 很重要。我覺得呢、公平競爭是香港核心價值，如果香港是沒有公平競爭就不是香港，那個非常之根本的原則問題。上一屆的玩鋪勁那個報名人數是遠超我預期的，我相信個原因呢都是跟大家開始明白或者相信呢掌握那個新媒體的技術呢，在不同的工種、不同的環境裏面都是很重要的。我今年呢我自己都非常之期望呢所有的同學仔，如果你們是覺得在這方面你們有興趣，又很希望可以跟我們去有些切磋啦，或者贏了的時候呢，來到我公司跟我們一起去真的硬掘做一些即堅的 project 的話呢，我都很鼓勵大家呢積極考慮參加今屆的玩鋪勁。